经过这一年多的治疗，我经历了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痛苦，我的家庭也不堪重负，但我不想死。我21年的奋斗和努力还没有化为光，化作光和热。中央网信案是中央网信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北京当局格外重视，小组长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由此可见网信办主任可谓位高权重。但自从卢伟主掌网信案以来，做的几件事情让习近平极不满意。有新华社内部人士近日对港媒苹果透露，卢伟去职实为失事，因他很多负面事件缠身，包括当年被指参加企业招待的人乃宴，以及他在新华社负责经营时涉嫌贪腐，中纪委一直在查他。知情者指，去年12月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北京当局十分重视，习近平亲自赴会演讲，负责策划的卢伟为制造外方来朝景象，竟让一些外国留学生和在华谋生的外国人假扮各国专业人士与会，事件令中央震怒。另外，卢伟明知徐林是习亲自点将从上海调来要重用，卢却叛命压制徐，不让他参与重要决策。徐作为网信办第一副主任，卢却故意把徐安排到处级干部办公室。知情者称，卢伟这样做直接得罪习近平。至于卢伟下一步的仕途将如何，有媒体猜测可能会另有重任，也有海外消息称，卢伟去职网信办主任后，很可能将接替刘奇宝出任中宣部部长。但新华社知情者认为，卢伟如果是要被重用，新华社的报道就不会如此低调。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卢伟被去职之前，突然被取消了今年4月份的访美行程。海外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披露，取消卢伟访美的指令来源于北京高层。网信办被认为是中共网络监管的代名词，国际媒体称卢伟为中国网络掌门人，民间称之为网络沙皇。海外媒体此前报道，中共网信办内部人士透露，卢伟对于互联网的管控用疯狂来形容毫不为过。在香港雨伞运动游行期间，其人天天睡在办公室，为了铲除网上不同的声音，连洗澡的时间都用于开会删帖。资料显示，接替卢伟出掌中央网信办的徐林，长期在上海工作。在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他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农委主任、浦东区委书记，属习十分了解的嫡系亲信，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去年六月，徐林被习钦点进京，出任中央网信办第一副主任。北京消息指，徐林是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比较理性，不会像卢伟那样胡作非为，以权谋私。自18大上任以来，习近平、王岐山阵营通过强力反腐，查办了大批省部级高官，特别是2015年反腐实现了31省份全覆盖及军队系统的反腐全覆盖等。被拿下的高官大多为江派背景。陆媒盘点2015年起王反腐创下的多项记录。王岐山和他执掌的中纪委打鼓不停，据微信公号政治局统计，2015年至少查处34名中管干部，军老虎尚未包括在内。而且2015年中纪委实现了全中国31个省份打虎全覆盖，中管干部及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中管干部一般多是正部级和副部级官员，例如省委书记、各部部长等省部级正职官员，以及副省长、各部副部长等省部级副职官员，这些都属于中管干部。政治局的文章表示，中管干部的查处都是要向中央汇报的。从18大至2015年底，中纪委查处的中管干部人数至少为107人。此外，中纪委继续了18大以来反腐的高压态势，创造了多项纪录。宁夏政府副主席白雪山、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相继落马。至此，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均有省部级老虎被查。在这其中，还有多项18大以来的反腐第一，包括第一个落马的现职省委书记周本顺、第一个省长苏树林等。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方面，则查办了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最高法副院长奚晓宁、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体育总局副局长孝天等一批手握实权、重权的官员。军队系统的反腐也是全覆盖，包含郭伯雄、徐才厚等大老虎在内，在军队反腐史上力度空前，带来了极大的震慑力。常小兵落马，成为2015年第七个被查处的省部级央企正职高管。在常小兵之前，已经有中国石油集团总经理廖永远、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王天普、仪器集团董事长徐建一、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朱福寿、武钢集团董事长邓麒麟、南方航空集团总经理司建民等六位央企正职被查，
看举的文章表示，与此同时，中央在2015年完成了对所有央企的巡视全覆盖，这亦是历史上第一次。中纪委在中办、国办等七家机关设派驻机构。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表示，中央决定近期先在中办、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共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中共政协机关等七家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中纪委派驻机构。目前中纪委正在抓紧推进落实相关工作。被拿下的省部级高官多为江派背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王岐山强力反腐打虎，但反腐与反对反腐的力量交战激烈。陆媒此前披露，中纪委曾刊文回击反腐不是一阵风、反腐没影响经济发展、反腐不止打小虎等言论，而且还拿下了130多名副省部级、韩军级以上官员，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5名副国级以上高官，处理了1500多名纪检官员，其中厅局级34人，县处级229人。盘点那些落马官员，可见被拿下的这些贪腐高官大多具有两大特点：江派背景浓厚，曾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如现已落马的5名副国级以上高官都是江派人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都是江泽民的铁杆心腹，曾长期替江泽民把持国内安全力量和中共军队。苏荣是中共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心腹，令计划与江派心腹周永康、薄熙来结成了同盟，企图政变等。有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讯杂志曾刊文表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这新四人帮其实依附着一个共同的老板江泽民。随着习近平的打虎行动直逼江泽民，江派台面人物、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及其掌控的文宣系统也越显不妙，甚至中纪委不久前罕见的隶属中宣部5大罪。有消息称，刘云山正在筹建5毛大军，外界认为刘云山此举是强化舆论管控的同时，试图以笔杆子继续对抗习近平的枪杆子。据海外博文社6月27日获悉，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高层正筹备强化舆论管控新举措，要正规化目前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即外界戏称为五毛。有关举措内容之出人意外，堪称令人心惊，甚至中央及宣传等部门的人都认为这个计划走得离奇，认为会误国害民。消息透露，五毛军的建设计划效仿军队布局，全国统一划分管理5毛大军。例如现在5大战区、军区等布局，五毛的编制也会有东西南北中区，具体名称还没确定。有军队的地方就有五毛机构。据此前多家媒体披露，仅以2015年为准，中共五毛党总人数就超过1000万人，而被曝光的五毛成员大部分都是高校学生。最新流出的一份五毛工资单显示，一些五毛的收入高达上万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目前五毛已经横行国内外网路，如果再将其军事化管理，每年的财政支出将达数千亿乃至上万亿元。这种控制舆论导向的做法只会撕裂中国社会，而不会像其左派那样如愿所偿。刘云山以笔杆子对抗习近平。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统治历来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自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军改收回了江派手中的枪杆子，掌握了绝对的军权。但是控制舆论的笔杆子仍然在刘云山手中，刘以此对其暗中搅局，甚至故意扭曲习近平的形象。外界舆论认为，主管宣传系统的刘云山是习近平剩下的最强大的对手，他并没有使宣传系统为其所用，反而通过一些高级黑的手段将其包装成极左的文革化形象，对习的执政设置重重舆论障碍。6月8日晚，中纪委网站罕见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对中宣部巡视的情况反馈。中央第一巡视组组长王怀臣隶属中宣部5大罪，并将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转交中纪委和组织部。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对江派常委刘云山掌控的中宣系统早已严重不满，针对中纪委的巡视结果，处理刘云山和中宣部长刘奇宝或成定局。据港媒《声明》杂志此前披露，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组部长赵乐际等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近期联署致信政治局，请求弹劾刘云山，指刘云山深涉江泽民集团针对习近平发起的政变行动。中共前四号人物贾庆林连续缺席高官悼念名单，引发外界关注。贾庆林曾被指深涉远华大案，但在江泽民的庇护下未受追责。如今随着习近平打虎不断深入，又传出贾的亲属拥离岸公司，而且其女婿卷入河北前政法委书记张悦案，因此有消息称贾已被习近平列入新一轮老虎榜。
据大陆微信公众号正事儿报道，2016年前五个月，至少八名前省部级官员辞世，在他们的哀悼名单中，每次都有习近平，而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名字出现三次，前中共总理朱镕基五次，前中共总理温家宝两次。另外至少一次出现在哀悼名单中的前中共常委还包括宋平、李瑞环、贺国强等，而同级别的前中共常委贾庆林、李长春一次都没有出现，全程缺席。6月20日，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寇庆年遗体在广州火化，官媒报道的哀悼名单中贾庆林依然缺席。众所周知，中共政坛一直流传有露面政治学的说法，即已退或未退的官员在某个敏感时间地点通过不同方式的露面来表达不同的政治内涵或释放政治信号。特别是随着习近平打虎力度不断加大，高官露面已成了检验自身安全的风向标。而据盘点，从2015年至今一年半时间，贾庆林似乎缺席了所有去世高官及名人的哀悼名单。唯一的一次露面是今年的6月7日贾庆林现身北京观看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所的官方微博账号击轰战略当天发出仅有四个字的帖子，领导来了，并附上贾庆林参观展览的图片。但蹊跷的是，该报道到随即被删除，有网民对此戏称内情复杂。稍早前伴随着延招全球的巴拿马文件的曝光，贾庆林女婿被传限制出境，其外孙女李子丹也被媒体扒出，一度引发舆论关注。更有海外媒体报道称贾庆林已经上了习近平的新一轮打虎榜。贾庆林被指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心腹，并深涉远华走私案。曾轰动海内外的远华案曾被称为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的第一大走私案。据官方消息透露，从1996年到案发，远华集团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五年之久，涉款830亿元人民币。在远华案中，涉及了多名江泽民心腹，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大秘贾廷安、其他二名秘书及亲信贾庆林等。远华案主角赖昌星2011年被遣返回国前，曾在加拿大披露，当时他得到贾廷安及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等支持，才能走私大量石油、私家车等战略物资。在江泽民的庇护下，贾庆林不仅没有因为远华案被查，却步步高升，被江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2002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03年至2013年任第十、第十一届中共政协主席。贾的一路升迁，主要靠的是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换来的。自1999年7月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贾庆林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利用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及统管统战部的权力，残酷迫害法轮功。2009年11月，贾庆林、江泽民、罗干、薄熙来和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首犯，在西班牙国家法庭被起诉，罪名是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